哎，都到了。哎，我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来了解这些人为什么迟到，顺便看看我处理的合不合理啊。25号为什么迟到？到垃圾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假的。好，有人说你是假的。我外扫去了。我外扫去了。25号到垃圾9:30。手机交了没？还没，赶快交，快点。最后怎样的？16号。你上面交了。16号，为什么迟到？大便。下课要去大便，你我们这节课是20分钟，你足足大了20分钟，你是化石啊！10分钟你大便怎么超过10分钟？我觉得你不在厕所，你做大便的动作，有病。下次不要再犯。好吧，你自己要去看肠胃科医生了、做一下大肠镜了。是啊，为什么知道？到垃圾。他真的去到垃圾吗？真的啊。哦，真的。他们4跟25去到垃圾。很多个啊，接下来全部都是。你们才2个垃圾桶，居然要出动那么多人，垃圾桶是多重？见鬼了！停车。这个我可是不相信。没懂啊，垃圾场巡很凶哎！我才不相信！你跟我来！哦，这个我开始怀疑了。那、我刚好是下一个。怀疑了。那你们会怀疑？啊！为什么？知道？到垃圾！又是到垃圾，又是到垃圾，我就要怀疑。21号。到垃圾！又是到垃圾，见鬼了！17号。我降魔器。降级？合理。我跟老师讲，申请找到生活了，我要升上一下。一号也到垃圾。14号。到垃圾。也到垃圾。13号也是。13号。也是到垃圾。你们班有几个垃圾？多脏啊！我看一下，你们班垃圾桶。没有，那一扫就少一个。正常只要4个吧。那一扫垃圾桶不算。只要4个吧。外扫也。我把这个裁决全权交给这些班长老师，个人觉得没准啊。我个人觉得是捡起来可以啊，因为老师我都是大概 OK 25分钟而已，有来上课了，上课就要明显。因为有的15分钟可能就是打钟才上来，有时候就是浪费时间。没有意思，但是你自己要求自己嘛。手机都交了吗？对，好，来开始。第7章，我们今天把它收尾，好吧？这一集把它收尾。来，上一集讲到什么啊？讲到哇，有多个火面，对不对？可以旋转平移，把旋转平移圈起来。这里有 A 火面，完全都忘记写 A 啊，自己写吧。A 朝上 ，BB 朝上。CC 好像火，老师放在这里好丑哦。如果可以移到某个地方旋转平移，看起来比较舒服。是啊，他们都移到这里来了。我们加做一个符号哦，来看这里，怎么样？往右旋转150度，再讲这一个，往右旋转90度，再讲这一个。往右旋转30度，再讲这个驼，看到吗？这个要会画哦。虽然这个很少见，但是手绘搞不好会遇到。OK， 重点了。好，画完重点了，这个就是 AA 割面啊 ，BB 割面 ，CC 割面，还记得大割刀，小火面，记得啊，口诀记得。讲完了，下一个，哇，这里是多个剖面，你看，哇，有3种剖面，怎么样 ？A 剖面、B 剖面、C 剖面，它给你一个立体视图 ，A 剖面这么多 ，B 剖面这样多，这样才可以显示出这个的特征，对不对？看到了。再来，转折，看到了，这里
用粗笔做，有没有？画割面的时候，雕刻的时候，字母都是大写，而且都会朝上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我这一直在重复重点哦，这都考试重点。你以为我在好笑？我说的是真的，等一下给你看。啊，这里都靠外哦，靠外面一点点，靠外面一点点，箭头靠外面一点点。OK 哦，我都讲跟你讲，我们老师评估的重点就是看你这些点。好，他就把 A 口面、B B 口面，哦不对 ，B B 口面、C C 口面放这些地方。啊，这就是多的割面表示的方法。好，来我们看重点啊，很复杂的时候，复杂圈起来。就必须要多个割面圈起来哦，以拉丁字母区别圈起来，所以这才会有 A 薄面、BB 薄面、CC 薄面，这区别不同的割面。对 ，OK 哦，你快讲完了呢。哇，这个是不与妥协的表示方法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重要，打一个星啊。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零件，我们就不要把它画妥面线咯。哪些东西请看，第一个东西叫做轮毂，圈起来，车字旁 spoke， 车字旁，什么东西叫轮毂？就是轮毂里面这个像热的东西，这个叫做轮毂。有没有开过汽车？有，汽车有轮毂，对不对？对，轮毂我们在剖面的时候，怎么轮毂没有画剖面线啊？对，打一个星号。虽然割面经过轮毂，但是不加剖面线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东西跟它很像，这个叫做副板。来，现在写一下，这个叫副板，副板这样写，副板，拉个箭头，副板画剖面线会长这样。你如果轮毂画剖面线，哇，糟糕，无法区分，大家知道啊？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习惯，轮毂都不画剖面线，这是一个重点。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画剖面线，像后面你会讲热。现在讲一些重点啊，来，这有几个轮毂？四个。汽车有几个轮毂？六线的吧。汽车有没有人注意过，轮毂是奇数个轮毂还是偶数个轮毂？来，现在告诉我答案。不要出去看车子，现在告诉我。偶数。奇数。两派多人讲，来。不用留言，我直接告诉你答案。你们全班错一半，绝对是奇数。Yes。偶数的同学都满脑子问号，为什么？哎，老师，我下面不是偶数，完全不行。我回去看我爸爸的车子，如果是偶数，我跟你输赢，我跟你怕动。好，我跟你赌，如果你可以找得到偶数轮毂的车子，自己做一个吧。我给你1000块。如果你没有找到，你给我1000块。现在要跟我打赌人，现在赶快来。手机。哎，不要手机，妈跟我打赌，我们全程录影。找到黑板上了，底下留言。哎，没有人敢出来啊。那算了，我1000块赌注就到这里。为什么轮毂一定是奇数个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其实啊，我觉得有问题，个人浅见了，也不一定对的。因为轮毂哦都是车字旁，应该就是用在车子上面。轮毂哦应该是奇数个，你写上去，现在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在铸造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听过铸造？铸造的时候。它会有热胀冷缩，写起来。哎，我现在在讲的东西哦，各位同学，你一定以为老师你讲这个我又不会考，不好意思会考，机械原理、机械制造会考。你们是机械群吗？是哦，
你写起来有印象。将来赶快写。祝告热胀冷缩，写上热胀冷缩。铸造里面会熔融的金属液，它会热胀冷缩。你知道，如果轮辐是偶数个，它会对称的。对称的话，热胀冷缩，这样会有内应力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制造出来的轮辐会有裂缝，写上去，裂缝。哦，我在讲的东西会跑了。你如果知道这些东西，你回去跟你爸爸妈妈说你啊，我教你，保证赚1000块钱，保证你爸爸妈妈不知道。他们跟我赌。哎，对，你爸爸妈妈，你离开贝鲁吧，离开Toyota，离开，你知道你的轮辐几根吗？他说，嚯，他如果知道，他知道那他真的有上我的课。他如果不应该，大部分不知道。你现在了解一下。哎，这会有热应力的问题，写上去，热应力。好，先不来说什么。传说，这个是官方给的答案，绝对都是基数。传说官方，传说稀有。好，现在在考你。你们班班吗？嘿，班班。刚睡着了。睡着了。你们家有没有电风扇？没有。有？太久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家电风扇有几片叶子？6片。3片。奇数片还是偶数片？都有。真的吗？自己插里面就有。偶数。这有电风扇啊。来，我先关。我们看几个了，技术还是偶数啊？我现在转很快，看不到吗？我关起来就知道了。五根呐。好，为什么？上海，你坐一下。来吧，我解答，奇数跟风扇还是偶数跟风扇？我理解了。先上海。都，揭晓。先上海，这样就很好。五根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五根不要偶数根？开的，为什么？离心算了，离心力。我跟你讲，传说偶数根振动很大。传说偶数根振动很大，你们回去做实验。这是都市传说，你回去做实验。我跟你讲。你如果把它改成小风扇啊，那个震动感觉出来大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家电风扇，所以难怪那么多人喜欢玩双管。这样吗？有没有看过《绝命终结战》？有没有？对对，吊扇会掉下来，然后把下面的人头都砍掉。难怪那么多人喜欢玩水果。传说，我们这一所以个人啊，个人觉得这个。好，我帮你打开。又是冷又是热。你们这样教有病。OK， 轮毂不加剖面线，不加剖面。好吧，因为它可能会跟石顶的部分产生混摇现象。OK， 好，画起来哦。好，再来。热骨的热 ，rib， 来热，什么是热？这个叫热，来看立体图，这个叫热，三角形这个有4根热，热在画的时候可不可以画出来？不可以，错，要画这样，正确。老师，那如果画这样，我就不知道热有多宽啦、啊，所以你必须要在原地做。旋转火面，对不对？看旋转火面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就显示这个热的厚度。画旋转火面的时候，请问要用细实线还是粗实线呢？细实线，你看我都一直在复习前面的哦。如果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你
要赶快回去复习课本的完全翻下。底下留言说老师你说对了，请你有奖。我是越南来的。越南来的。怎么真的有人越南？真的吗？啊，我是病月经。你是月经？月娇。你是越南人哦。他叫我越娇。对啊。他等一下你是哪里籍？他是越南阮逸轩，他叫阮逸轩。阮逸轩啊。Yes。阮逸轩啊。阮逸轩。越南人很多人姓阮。阮逸轩。阮逸轩。你看看，他是哪一个人的？阮逸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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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正话重点哦，来，乐乐圈起来，功能是支撑加强，圈起来。火势图的时候，不会绘制火面线，圈起来。如果它是这样，经过乐这样整个纵切下来。如果是纵切，就不会画火面线，请你把纵切圈起来。这时候我们要另外画旋转火面视图。这里旋转火面视图。画完了。OK， 所谓的旋转火面视图，就是我刚才讲的芭蕾舞，一定要在原地旋转。有没有？在原地旋转。OK， 讲完了，他没有移转哦。OK， 有些同学看到这里就说：“老师，我明明看过有一种旋转火面视图，它会轮廓线是粗的，那个就是中段表示法，在这里没办法用中段表示法。”OK， 哦，我都帮你打散哦。再来下一个。乐，对不对？跟正，跟图圆，把耳跟图圆圈起来。看这边，什么是耳？像这个像，像不像茶壶？茶壶圈手提的地方，这个就叫耳，这个叫做图圆。对，图圆它有增加跟。物件的结合面有没有看到？这东西就叫做图圆。好，来，图圆增加结合面，圈起来。你还记得刚才有一个底座？有，底座还记得吗？你忘记了？我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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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底座你忘记了？七哥，这里，没有，只有你讲多久了？有吗？这哪一边都有。还记得那时候这个东西叫底座有没有？这个时候这个东西隐藏线要画嘛？有没有？这就是特例嘛。如果你忘了，你赶快回去复习哦。在这个地方就在讲图圆跟底座有没有？我们前后对照。OK， 我现在讲哦，真的有的同学就学起来了，有没有的同学还是红红的。好，来，图圆的时候不用裹贴，你看它有没有画火面线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纵切不与裹贴，圈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像这个是图圆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要念一次哦。图圆作为增大两件的结合面，或作为底座之用，当被割面切割时，在剖面视图中需加以剖面表示，听到了吗？所以，因为它这样切，所以它这里的剖面线要画。因为它是图圆，大家知道啊？你要显示它的出来，所以刚才老师才回到前面说，刚才那个底座，你要把隐藏线表示出来。你不做的话，我根本不知道那边有一个底座，是吧？
是哦，快要讲完了。不火灭哦，不与火切的零件，零件大概都是一些小零件，这个大概都是。你看这些东西，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我念一下：尺、螺钉、滚珠、轴承、轴、斜销什么点点点，这些都是机械原理吗？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上过机械原理？机械原理哪一个老师教的？我没有机械原理。哦，你才上机械原理？机械原理我跟你看。我写重的。我写。机械原理，来。先洗一遍，再洗一遍。机械，机械中单独的一件机械元件叫做机械。它就是构成机械的基本元素，就像细胞一样。所以像这些连杆螺栓、螺帽、剑削、齿轮，嘟嘟嘟，一大堆，回到这边来。这些东西，都不用火切，都不用火切。举例，轴，你看这个轴有没有火切？有没有画火面线？没有。螺钉，螺钉叫做小螺钉，大的叫做什么？螺栓，对不对？哦。听我讲声，刚才有人丢东西给你，对不对？而且打到你身上，你会不会不高兴？不会。还好。还好。那我太丢了。如果你不高兴，我高兴。现在马上叫你。螺钉。这个叫小螺钉。有木火车？没有。螺帽，这里有没有螺帽？螺帽有，这里有螺帽。有没有螺圈？没有。螺栓，大的叫螺栓，小的叫螺钉。螺栓在哪边？这个底座一般会用螺栓，粗的叫螺栓，是吧？没错。再来，剑。这里有剑，有没有火切？没有画火面线哦，它们都是机械原理。齿轮的齿，哪边有齿轮的齿？这边。这看起来是一个短的东西，外面有齿轮，也没画。轮臂，轮臂就有点像刚才我们说的轮辐，对不对？对。它有没有画火面线？有。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好、哦，再来，轴承、滚珠在这里啊，这有没有？这叫滚珠轴承，对不对？圆圆的，我们看过滚珠轴承，有，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培林，对，或者是那种手指叫什么？有，培林，那个叫什么？培林。培林对，指尖螺有那个滚珠轴承，滚珠没有火切，滚珠啊、滚针啊都不火切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同学讲完了，所以各位同学你哈、如果对刚才教的你还不清楚。老师机械制图实习分钟弄美工，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有，你自己回去复习。机械原理也是一样，我好刚好暂停，你们刚好关键，来帮我按停止，谢谢。下课。好，请。给瑞奇特。